大家好，我的姐妹十月怀胎，这个月终于卸货了，然后我们几个一起约着去看她。本来上次他们就去了，我那天忙没有去。今天呢，我把礼物准备好了，这是一个官帽，给大家看一看，银的官帽，是这样的官帽给她当个见面礼，小孩子戴的。我们本来想到说她坐月子，因为我们这一帮姐妹都非常的搞笑，就是她坐月子的时候我们要买麻辣烫买烧烤在她那个床边去，在她旁边吃，她吃月子餐，我们吃烧烤吃麻辣烫。还有上次我们去贵州订的那个团服，这里十多件，老板把它寄过来了，今天刚刚收到货，我现在一起拿过去。他是在怀化生的宝宝，但是这几天到我们县里面来，在我们的月子中心那边坐月子。他的鞋子就走了。汤圆，你去不去啊？我要去。啊？不去啊？我要去。看小宝宝。健身房现在越来越漂亮了。对，又会打扮，身材又好。哎，那三个怎么放心上场进门呢？你看这群人，这群人，你们的装吧，汤圆，你过来看，哇，你看一下，小弟弟，他睡着了，你看小米生了就马上瘦了，瘦了16斤了。真好，很快就恢复的原样了。今天又瘦了2斤，我们来坐月子吧。都来坐月子吧。你拿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的团服啊，姐妹们。哇，我们在贵州定制的呀。有没有帮我订？有啊，有你的呀。可以，我们准备忘了你的。可以。这里十多件呢，我叫他每件都标上名字。那个白色的是谁的？没有白色的是我的呀，我单独有一件。紫色的，我给他做的是白色的，那个全紫色的。哇，好看，好看，哇！哎呦，你们是娜姐的，这个是。哦。娜的。娜被她唱服了。纯正的，来。哎，昨天这个衣服跟我那天不是一模一样吗？表妹的。我的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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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小米的，来，全部的来。这是我的。表姐 的这两件是那两个的，那两个的，那两个是哪个的？小梦跟那个小雅的。哦，来试一下。这个可以看吗？这可以播吗？这可以看吗？收费。好，收费时间到啊。可以，挺好看的。他不是有天在群里发了吗？我还做了件这样的。好看，白色的可以。然后里面穿肚兜是吧？来，有大家心心念念的。哇，薄薄皮，对，拿到小雨面前来诱惑他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千万不要吃，真的不好吃，一点都不好吃。太坏了，你们这群人。来，我碗都准备好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塑料姐妹花。哇，连汤都可以吃的哟。流口水了，好想拿手去抓。真的流口水了。来，小米，等一下，小米想吃不？来，先让小米闻一下。先让小米闻一下。垃圾桶在哪里？不好吃。垃圾桶在哪里？我把垃圾桶收了。到了。不好吃。感觉，哎呀，忍不住了。用手吗？你用手吧，直接上手吧。不好吧？来喽！他头发有点不好，有点不好。嗯。你们一点都不礼貌，我靠！拿手就抓了，讨厌。你要淋到我身上来。嗯，一点都不好吃，我也忍不住了。真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好长啊。不好吃，我再来一块。你都吃了吗？好难吃，小米，你别看了，好难吃啊！要不吃啊！我现在在心里默念你们今天晚上个个外来了。脸都红了。特别脆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吃。
别吃了，不好吃。慢着。他没看的时候。再来一片。要给我仔加餐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太好下饭了。再来一片吧。太好吃了，我们两个分一夹好不好？怎么断掉它的？用手吧，你不嫌弃了吧？不嫌弃，我洗了手的。好脆啊！而且我觉得他这萝卜皮切得很好。其实我最开始吧，就看到三嫂发视频，看到三嫂吃，哇，我觉得好好香啊，半夜刷到的。我也是。我就赶紧买两单回来试一下，太好吃了。我现在越来越讨厌三嫂了。就是减肥的时候，然后呢，老是去分享那种好吃的，下饭的。自己还吃不胖了。对呀、啊，关键还自己吃又不胖。好好吃，真的。这个萝卜皮真的，谁吃谁爱上，除非你本来就不喜欢吃这种酸脆的。嗯。吃光了，你看。姐妹们啊。下次聚会以这个为标准啊，没有这个不聚了啊。谁叫都不来，谁叫都不来。先放上，还吃吗？还吃我就开了。算了，留一包给小米吃吧。留给他，留包给他闻一下好了。刚刚已经吃完一包了，不够啊，姐妹们。第二包呢？哇哦！就这个水也不要浪费，买两根黄瓜泡进去，特别好吃，真的。三嫂直接喝。还可以泡小黄姜，对，也可以啊，你放泡嫩姜，泡豆角可以，也可以再买点萝卜泡进去也行。绝了，真的绝了，这么好吃的东西让三嫂发现了，哥哥都被种草了。嗯，小米，小米说我不看你们就行了，要流口水了。等会还是吃我的月子餐好了。对，喝月子再吃。差点把这个见面礼给忘记了。哇，有礼物啊！嗯，带不完，这个是一个荧光帽。这个好看哎。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状元。对。好看，好看。养小孩子好幸福啊！我也想养小孩子。现在有这么多，伸懒腰了。哎，笑了笑了，睁开眼睛了。哎，睁开眼睛来看一下，你看，哇，他睁开眼了耶！他看了一下，哇，特别喜欢这个礼物，他说。真的，你看那小弟弟，睁开眼睛看了一下他的礼物，他还提被子，你看他，他还提被子。那个汤圆，你也再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好不好？你想要一个弟弟妹妹吗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很好奇，在这里吃的月子餐有啥哦？再看一下。一下哦，挺不错的，这是粗粮的。粗粮。然后这个是汤。哇。啊，这个是青菜。哇。来，这个是猪肝。哇，那么漂亮。一个都要哇一下。好精致啊！哦，哎，好享受啊！三菜一汤，你这一个月做下来，我觉得应该能瘦蛮多。可以瘦蛮多，我说了，如果我瘦不了20斤，我就不付钱了。